现在呢？真的满了。希望以后你可以把这个瓶子当做你的生活。如果你先把盐放进了罐子，就没有地方可以装鸭蛋和香料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花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小的事情上，就没有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。那什么事情最重要呀？睡觉，睡醒了就咸鸭蛋吃。哼，偷懒就偷懒，又想忽悠。